IVE 的金秋天和 aespa 的金文婷最近分享了意想不到的互动，让粉丝们对他们友谊的可能性感到兴奋。两位偶像于1月19日出席了2023年首尔歌谣大赏，他们组合赢得了大奖， aespa 拿下了本赏，而 IVE 则获得了本赏和享有剩余的最佳歌曲奖。金秋天和金文婷分别在活动中展示了他们的主要视觉效果，冬天用他的长发让粉丝们高兴，而金秋天在他的合身服装中绝对粉碎了他。好像这对粉丝来说还不够，他们继续在仪式上通过他们的小互动来提高兴奋度。就像他们的其他成员一样， IVE 的张元英和 aespa 的 Karina 在 Karina 和金文婷获得 aespa 的奖项后短暂互动，引发了对第四代 IT 女孩互动的期待。看到他们互动后，粉丝们的兴奋是可以理解的，尤其是因为他们的名字都代表了一个赛季，这意味着粉丝们终于见证了两个赛季的相遇。虽然这次互动太短暂了，但希望未来两组之间会有更多这样的时刻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讨论。